下一个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这个上面的无线图传的部分呢，这是前阵子厂商寄给我玩，然后我也有拍开箱分享影片，有兴趣你也可以看一下。反正这个无线图传就是一个整套的系统啦，所以我们可以有无线发射，然后有接收加上荧幕，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轻松带着这一个荧幕加上无线图传的东西随走，然后随时监看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。然后像是我现在又有像是我们整套的。你看看我们的无线的，跟整套的一个遥控设备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我们的。然后现在我又在玩组装一整套的遥控无线。我现在又在组一套，那我现在又在组一整套的，那我刚好我现在又在组，然后刚好我现在又在组一整套的motion control system，就是可以来调整相机的移动的一些设，然后刚好我现在又在，然后刚好我现在又在设，那刚好我现在又在，那刚好我现在又在组装一整套的那个。那刚好我现在又在组装一整套的遥控设备，那刚好我现在又在组一整套的遥控无线的相机移动设备，反正就是一整套。那刚好我现在又在组装一整套的遥控无线移动设备，就是 motion control 啊，就是有摇臂、滑轨、云台之类的，全部都电动。那刚好我现在又在组一整套的 motion control system，就是移动相机的各种位置的设备啦。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无线遥控，然后看到我们现在在拍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们现在。